欣姐，你在这儿呢，我们到处找你。找我事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今儿遇上一难缠的主，听说是全荆州最有钱的大老板，可是一直板着脸，好像心情不好，姐妹们谁都哄不好。老板说让你去试试，要是把他哄开心了，那可就发达了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去。哎呀，别呀，别呀，别喝了，快来快来，救场如救火呀！我不想去。哎呀，走啦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块儿来，来。管总，这是心仪。管总好。哎呀，站住！谁让你走了？坐下。哎呀，前两天给你买的那个包还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特别漂亮。我下回再给你买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怎么着？你不想要啊？想。也喝？还自个儿喝上了？怎么不知道敬杯酒啊？回来！今儿你要陪我，这车就是你的了。嚷嚷。管总，请。干喽！这就对了。管总，马上。